因为杨淑君事件，全民反韩。不过，韩国 Super Junior 的子团体 KRY 在选择这个时候来台湾访问，而在桃园机场呢，就可以看到有上百名的粉丝，他们热情接机。不过，可能是因为时机比较敏感，有人是把自己的脸都给遮住了，面对镜头都要遮遮掩掩的。只是一看到这心爱的偶像走出入境大厅，还是有不少人是疯狂尖叫。